首届 TLPGA 之友公开赛第一轮竞争激烈，目前并列第一，并且打出全场唯二红字的陈麟杰，除了杆法上的灵活运用，更是将赛前拟定的策略完整执行，成功抓下三支 birdie。 在开球的时候有比较注意风向跟需要抓的方向，那铁杆顺风的时候其实它滚动的距离会很多，所以就是尽量能落点算在果岭道旗子偏前面的地方。像今天就是比较多的是中长距离的推杆，反而比短推还要好，那就是加强后面两天的短推的成功率再提高一点。而一杆金洞奖也在今日赛事出炉，黄晓涵第十洞开球后随即在第十一洞击出 hole in one， 为自己增添信心，也缴出凭标准杆并列第三的佳绩。肩膀前面就打一杆金洞，那在在铁杆的执行上，我就还蛮肯定自己，跟自己说，我今天瞄准的击球线其实都蛮好的，就是肯定自己的判断，然后每一杆一杆去执行这样子。女将们杆数相距不远，明日调整后再战，共同角逐首届冠军宝座。